来，麻烦你哈、哦，画出这些范围所围成面积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，麻烦你先画一个直角坐标轴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要垂出它的面积嘛，好，我画图看看。来，我们先看这条直线，好不好？来，告诉我 ，a 是零 ，y 是几？负二，好不好？一，负二。y 是零 ，x 是几？负二，负一，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两个点连起来是一条什么线？直线，行不行？把两个点连起来是直线，这条直线是加 y 负二，但是要大于，所以说图形在这条直线右手边 ，OK， 右半块。之后再画这个图形，一样 ，ak 是零 ，y 是几？一。那 y 是零 ，x 是几？负二。把两个点连起来是条什么线？直线，这样行不行？把连起来吧。所以说这条直线是几 ？a 减 y 等于几？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行哈。所以说这条直线是 a 减 y 等于负二，但是题目要什么？要大于。所以说在这条直线的右手边，所以说告诉哪一块？这一块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外面这些先把它拿掉，所以说图形在这一块，这样行不行？再来 ，s 小于负二，不管小于大于，先看等于，对吧？哈，负一、负二在这边 ，s 等于负二是这条直线，完了。题目要小于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说在这条直线的左半段 ，OK， 所以说也就是这一块。所以说在这块当中，图形要求什么？求面积。那很简单，麻烦你先把这两个点算出来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强调这边 S 是 2， 对不对？把 S 用2代代进去 ，Y 多少？负 4， 所以说这个点是 S 是 2， Y 是负 4， 这个点一样 ，S 用2代移过去，负 2Y 等于负 4， 可见 Y 是几？ 2， 所以 S 2 Y 是几？ 2， 那这个点呢？这点是负二多少？零，这样行不行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这时候三角形面怎么算？底乘以高除以几？二。你观察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直接底乘以高除以二。这 y 是二 ，y 是负四，告诉我差几个？六格。高 A 高这边我们直接数数看就好，差几个？四格。所以二分之底是六格，高是四格，所以底乘以高除以二，所以面积算出来是几？十二。OK。